小老师，小老师，我们开始录咯。好的。今天我们欢迎专门写哲生论文的小野久士老师来参加我们的快问快答三十秒被骗访问。我也有一些不是肉的作品啦。好，没关系，老师的肉都很香，欢迎大家去 AO3 或是他的推特铺浪看。那今天老师，请帮我跟观众 say 一下 hello 吧。好的。大家好，很高兴因为《灌篮高手》跟大家相遇，那可以在哲生科里面就是遇到大家，真的太幸福的一件事情。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快问快答环节，那请小雨老师尽量用一段话回答。第一题，请问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灌篮高手》的呢？幼稚园。那创作的灵感来源呢？性癖。为什么喜欢哲生？性张力。老师的 SNS 要去哪里看老师？铺浪账号是山王底线94，推特账号是94山王94。那最后请小海老师宣传一下你这次520的无料吧。没问题。520的话会准备三种料在摊上。那第一本是我的第一篇哲生文，小狗与他的情人节巧克力 ，PSD 的单行本，在每一回见面会有个小人漫画，也做了一样的设计，跟封面一样的绘师画了小人漫画。这本的话，它的量会是30本，然后有非常少量的亚克力。我这边超级可爱，就是请大家来摊上找我玩。因为时差的关系，用来表达他的喜欢，我觉得非常感谢。有准备大概10份的实体机票，时差里面魏荣志跟申京成去美国结婚的机票，那数量比较少，大概只有10份而已。欢迎之前在4月9号的应援场拿过时差本的各位来台上找我。那以上就是我520的无料宣传，希望跟大家在N19可以相见，拜拜。